心门刺透了可能，所想所愿不肯轻易的成全。我们一直有伞的魂，风雨投身将余生陪衬，而你从未多问，我不曾想着但此话当真。这两封信既然是给景王的，为何却留在李北？他和李四年到底是什么关系？谢谢你告诉我这些。乌齐跟漠北正在交战，我们绕行沙漠会更安全，就是要辛苦你了，毛飞。往后都安排好了吗？说走就走，哪来得及准备？不过消息我已经发出去了，万一来不来得及，一切就看天意吧。跟上。啊，我们还有多久到啊？回王妃，快则二十天，慢则月余，这还要看天气呢。哦，一定要拖得久一点，这样宫里才有可能收到消息。大王，这是我第一次进沙漠，那边的风景很好看，能不能去那边转转呀？王妃，这可不行，独行沙漠太危险了。大王，停，我陪你去。美吗？美。不好，快！啊，下来！没事吧？走，回去。不寒，不寒，醒醒！没事吧？我好像知道父亲是如何失踪的。你父亲？他父亲难道就是博兰？王妃，怎么样？累了吧？王妃，你可是每年卷入沙尘暴不能回家的人有多少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是李北最尊贵的女人，老天爷都会保佑我的。波尔多将军何时被一个女子说得哑口无言的了？
把你从沙漠里救出来时，为何是那种神情？我好像知道父亲是如何失踪的。大漠夜里凉，沙漠里有没有狼啊？沙漠里，有。我看你就是只大色狼。当年你父亲是出使李北的副使，他回去的时候肯定路过这片沙漠。你是不是想他了？检查好物品，明天可到驿站。是是是。他们的穿着是不是快到景都了？是，再几日，你便可以见到亲人了。波尔多，在，连夜换上马队，明早启程。是。路往近点。父亲，什么声音啊？你是谁啊？Thank you.